这个据说是他们最辣的，挑战吃一勺辣子炒肉。我人没了，有冰棍。猪油拌饭，来吧！这个猪油拌饭看着好萌，我先吃一口原味的。我看着好受伤，就是一碗饭，稍有点咸，但是很香。来一个他们号称最辣的孜然炒牛肉，看看有多辣。这勺子怎么这么眼熟？这勺子是我的小号吧？把我拿出来比一下，它确实是我的小号，这是我的勺，这是他的勺。你今天碗太小了，我就不用我的勺了。咱们的勺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一口吃着并不是很辣，孜然味很浓，但你看它牛肉跟辣子的比例挺惊人的。吃个炒它那个山猪肉，一想到是楼下那小黑猪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试就完事了。啊，对，你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来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朋友特别喜欢你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签名，还要我带回去？好好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被签名了，寻思着我也不是出书的呀。这白的真的很好吃，你尝一个，白的这个绝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配菜。我们评论区人太多，宝贝们来告诉小贝，辣椒炒肉里面这个白刺刺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就你们俩点虾的话，可以点一个这个招牌虾，感受一下那么大的虾那种感觉。然后真正吃饱还是得泡米饭跟这个香菜，是不是？米饭香，但是量太小了，两块钱一碗，吃不饱的。还有个凉粉，呱呱凉粉是不是？这是芝麻酱味的，麻酱味的呱呱凉粉，好快吃。那天好朋友的冰糖试一下吗？不要，谢谢。加带黄的，快要不要？一个雪糕。雪糕为什么不要？来个雪糕，这就三口的量。很过瘾的，我觉得这两个菜绝绝子。哦，好过瘾啊，这解辣。所以为什么要让你要雪糕？什么解辣？错过。啊！我刚刚被这个辣住了。596，两大盘虾确实挺没压秤的。几分饱？你几分？你饱了？四分。四分？三分？我饱了。